这两天突然才弄厉害的，这也是。他突然间那边也有，但是看到好了，没多大事儿了，想了这今天这一看，我完了，这后边那个屁股，他这发烧是不是皮肤病也能引起来？问题不大。那他发31度少也不应该呀。有什么不应该啊？他是什么引起来？那发烧发那么高的呢？感冒啊。那感冒怎么引烧那么高？这传的话都得打点针。好了，小哥好了，打完针了，好了，这几一次打几针啊？三针。得打几天？还差一点儿，41。来不及了。嗯。遗传的回来。那这屁股呢？这屁股用管吗？俺给他喷药，也好两天又不管了，这。打针是肯定的。也得打。嗯。打针，我们厉害的话就可以打小眼睛，都有人弄皮了。用冰块的给这个小家伙降温了，现在，是不是一度这个高烧太高了？这我病了，怎么又起来了？看能打针吗？把那个皮肤病的冰块打。你疯了，得打吊瓶，他这个皮肤病。打呗，别等了，太厉害了。走了，小可。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嘛，因为咱们的小幸运住院了，而且又被诊断出子宫蓄脓，继续要做手术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也想着，就是大家就是干活嘛，给猫孩子们赚点那个这些生活费啊，还有给小幸运攒治疗费。还有呢，我们之前呢有一个小计划。就是想着买一辆就是二手的那个面包车，因为大家应该在我们视频里也看到了，每次带猫孩子们去徐州去治疗，就是借车租车都非常的艰难，因为从我们这边到徐州开车的话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，咱们带小家伙们就是不得不去徐州的时候，大部分嘛，要么就是租车，实在租不到的话呢，就得借车。有的时候借也借不到，没办法，可能只能坐公交车去。但是呢，公交车它是不允许带宠物的。比如说我们两个去的时候可以坐，带着猫孩子去救人的话是没法坐的。租车的话呢，就带着猫孩子的话呢，他们也得收取一部分额外的费用。还有就是我们借车嘛，就住的这几年里，我算了一下，就是光在车的这方面，我们就花费很多很多。虽然说呢，我和大姚我们两个
我呢在家里边照顾这些小家伙，大妖呢就是抽空就去找一些那些零活呀，能够就是边照顾猫孩子边干活。在这期间呢，我们又遇到了一些那个问题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有一个小锦猫嘛，但是最终也没有留下它，很可惜吧。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加油努力吧，希望尽快的能够实现我们这个小梦想。Thank you.